我要不要？哎呀，你要肉，真的，我都不知道。哎，我要。
说错一点，永远永远说错一点，不像老人每一次真的要去的时候，老人说不能去。那如果没事，你说问题，问题是这个如果从来没发生过。被带走是这样的，为什么？没事，我买单，是不是？我买单，但是我不会装的，不去吃。你梦想中的武则已经在干了。